孔尼基哇，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三得利充满爱与奋斗健康故事。大家知道什么是 wellness 吗？ wellness 就是以身体的健康 health 为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心灵风月璀璨光耀每一天。好像有点啰嗦，总之进入正题故事吧。从前在日本大阪有个叫三得利 Sandori， 是一个研发酒类与饮料的公司。随着日本战后复苏，社会经济蓬勃发展，三得利发现社会上的一大课题，许多人退休后生活突然失去重心，有些人变得无所事事，有些人浑浑噩噩，大多数人因身体状况不如以往，放弃了原本喜爱的兴趣，年轻时的梦想，家人的担心有时候成为了歧视，社会也多有异样眼光，许多人被迫孤单地度过老后生活。这样的状况随着日本走向高龄化社会俨然成为社会问题。三得利希望能帮助银发族们重拾对生活生命的热情，秉持健康源自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的食欲理念，开始对于健康保健的深入研究。既然开始做了，就要贯彻到底。从这时候开始，三得利便立志成为年龄保养的专家，努力展开健康保健相关事业。为了帮助大众更好地达成健康饮食和营养补给，三得利从原本酿酒的专业开始研究保健食品，以日本特有匠人精神，加上首屈一指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用科学精神面对年龄问题。就这样，三得利确立自己在健康保健问题上的执志，成为大家实现 wellness life 的伴走者。不过虽有崇高理念，但想一夕成功可没那么容易，从开发初期就困难重重。光是找寻适合原料，开发团队几乎踏遍了全世界，从去鹿儿岛找黑醋，甚至远赴南美洲秘鲁找玛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磨难与挑战。曾经以为适合的原料却在旅途中腐败，但为了大家的健康，再艰难也坚持下来。为了全心注入研究，三得利特地在京都盖了健康科学研究所，网罗最专业的研究团队，进行各商品的研发。每项商品从研发到制成，都是花费至少10年心血才诞生的。这样为客人的健康着想和严格制成下，终于成功研发第一个保健食品芝麻明。在当时保健意识不高的日本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中更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感谢函。多亏三得利让他们改善健康，这样的他们对生活更有动力，有更多余裕做想做的事情。这些感谢支撑着三得利向前迈进，进而开发出全方位的保健品。三得利在贩售上也是毫不马虎，为了避免零售商无法完整明确介绍商品，三得利坚持由自家的客服人员针对每一位客人的状况做最专业的解说，帮助顾客选适合的商品。除此之外，三得利对于仓库的品管也很要求，坚持亲手将高品质的商品送到客人手里。三得利并不以在日本的保健事业而自满，随着全球经济蓬勃发展，和日本邻近的台湾也渐渐和日本一样开始步入高龄化社会。三得利希望将 wellness life 的理念也带来台湾，陪伴台湾人一起身心健康，快乐度过平安顺遂的人生。当时发现台湾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态度很积极，但却是常常跑医院看病吃药，并不太注重预防和保健。除此之外，现代人的文明病越来越多，
三得利秉持成为大家实现 Wellness Life 的伴走者的企业理念，以日本累积几十年的保健经验和 Made in Japan 的高品质，希望持续宣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的健康观念，和台湾人一起创造身心内外皆美的健康生活。所以三得利为了唤起台湾人的保健意识，决定用影片发声，进军 YouTube， 建立台湾官方三得利健康网路频道，让大家可以一起透过保健品与建立健康习惯，达到真正的健康，让生活更开心充实。等等，听到健康类频道，应该会联想到一些艰深难懂的保健内容，甚至是觉得自己还年轻不需要吧。 No 但我们不一样哟，正因为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从生活面切入，以轻松的话题呈现，将艰深难懂的语言变得浅显易懂，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收健康知识，培养正确观念，趁早养成健康好习惯，用更好的状态开心充实的生活。之后也将会在其他部影片详细分享。总之，大家一起干巴迪玛斯，请大家轻松看影片，轻松变健康。好咯，那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哦。想要维持健康吗？想要改变生活吗？就赶快按右下方订阅，准时收看哦。对了，健康要持续才有用哦，所以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个变健康的时刻哦。Go go go！